他就没上报，就是整个邢台这个防疫体系里面就没有王化民感染艾滋这个情况。但是我调查的时候，我拿到了他们县政府发的那个文儿。哦，以文件的方式反映了，反映了。然后他按规定来说，像这样的艾滋这个疫情报告，他应该在这个24小时之内应该是报得上来的。他没有报，我回来我就找防疫站站长，站长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啊？我说你都不怕将来我追究你刑事责任啊？他说我都按规定上报了，他起码来说这个是卡到卫生局了，政府也许知道，也许不知道。这个发学证。给他取血证，给他人民医院那个提供的证据里边，人民医院去那儿发现这个取血证都不是个事儿，你这个事儿是你这么用？那天我刚老明来的家，那都一个就那邮局的开那些绿车，给我送家起来我整那啥那外勤弄那啥不行，我都出来了，他喊我来我都出来了呀，我一开始那桥东区法院呀，我这心里高兴不行。我呀，我一看他给我送上，我寻思这事儿我给判了是吧？寻思反正知道是套给判赢了，我打了官司，始终我是支持的。从这个化验点，当时是个在这个检验院，这个邢台市人民医院化验点上，这个输血一切化验点是阴性的，不具证明度。这二月这一化验有了，多少输过血，再来一问。一问人家念说这个输血可能大，整个官司弄大。你说打赢了，他又不叫赢了。你说，黑暗睡不着觉。后来又说人家说你要上诉得掏4000块钱，我都寻思要上诉掏4000块钱又没钱。你要说不上诉，这两年多白跑上邢台一摊摊的开3回庭。那回起都是俺妹妹娘给俺掏钱，俺没钱。俺不上诉，俺叫妈冤枉，俺妈这冤气的很。我说他那判决书来也没说明这个艾滋病，他是啥来的这艾滋病？冤枉，那一个月他这给他那个治起来，他给治的那又得个染病，不冤枉啊？你知道什么病吗？不知道。什么病？那这个不敢说这个病。为啥不敢说呢？怕他这事儿不好做天家，都意味着啊，孩子天天卖点病，生活。说了，就是我们不要钱，也一定要判我们赢。为什么？就要还我们公道。我们去看病了，不是去他给我们看，他给我看没看好，不但没看好，还加重了我的输血了，我都不出去。我一定要赢，就算我把饭卖掉，我也得赢，给他打官司，我也要赢。我就这个想法，不是说需要他包多少钱算是，我一定要就赢。因为你爸爸。去世了，你没上学了是吧？啊，我要是再上学，我兄弟都也不能上学了。因为当年那一年，严老给我上高中，我也考了，我也没有去考试的时候。我就想，我不上了，我可以叫我兄弟去上，从我兄弟这里实现我的梦想。回来都在家，都输了6天1夜。也不吃了，也不喝了，就死了。10月24号就死了。在邢台记住，还没事儿嘞。俺二姐不都头掀了俺门帘子，一掀门帘，他爹那泪扑啦扑啦的掉，俺二姐那泪也扑啦扑啦掉。我都把俺二姐拉过来，我说孙儿，你得拿武器把他这病传来。我说，你说俺孩子都哭都那玩起来。我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，可是这现在一切都晚了。邢台市的血出现了问题，必须得由政府人员说话。你离开这个位置，你说话就不带底事儿。你知道吗？你这现在我在这个血站，在这个县血办公室，他本身都天天接触这个，他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。最后没想到在这调查的时候发现了十几个。
去哪里呀、啊，天地？去那个郭二家里边。郭二。啊，对对对。今天下午啊，你给那个这个孩子有没有过这个输血的过程？谢家是在那啥？啥在上往支流站来？在支流站，支流站出血过多，这不到这不都报。是到下大旺闹了一闹了血，去那输了血。下大旺是在什么地方拿的？下大旺医院，矿医院。啊，矿医院，当时闹了血输了，输了以后就感染艾滋病。输了以后是第几年？第几年？就是98年。后来他是腹部双亡，这不掉了两个骨儿，这不受这个气息，谁也不敢挨这个事儿，他都跑传染这个艾滋病。就出殡的时候，走，行，把那蜡给人家吧。行，把蜡给人家。好了，不用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走。哎，你弄什么呀？啊，不了，不，咱俩不弄。媳妇儿都死了，啊，都我挂着他了，哎。啊，你这个替我这个孩子，你这个有法儿？咋想他娘死了吧？咋想他爹活的那个了？那个掉个根。这个他爹死了，这个啊，他爹死了，掉个这个，都是这咱孩子这十岁了。都没有那冷，我还得去前面那个，那个炸掉了。你看，这个小车怎么样，何老师？这记录都拿钥匙了，没拿钥匙。像我这周末时间，基本上都是在这转嘛。我一直想把这个事情闹明白，因为这个血液这个污染这个事情，它这个感染的人数太多，要远远超出原来我们的想象。你要是这人数这么多也不控制，这恐怕将来就不再是个事故，或不再是一个那什么，恐怕是一种就是一种灾难了，就应该是一种灾难了。有一回吧，我来这儿来了。他那个杨部长，就在他下面，好像在这看着呢，就在这好像在这。经常在马路口盯着的。什么部长？乡里的。啊，民政部部长。乡里的。然后他一看我来了，他然后就把我截住了啊！他别在这吃了，他当时那个部长就把我带到那个石缸箱啊，在石缸箱以后，单独俩人在这房间跟我在这谈的事儿，他说这个事儿，他说你的关注，他说就是说你的关注啊，说弄得这伙子都很为难。我说怎么为难？他说实际上上面下命令的时候，当时下的命令就是说，就是两种选择，就是当时要求的是第一种选择。我说什么选择？他说先把刘显红和张继禄都抓起来，这是个非法组织。第二个呢，张继禄和刘显红这个情况，
就说要予以打击，对吧？因为那个文件规定的非常明显，抓起来以后了，以后错了，可以平反，可以赔偿，但现在必须得把你抓起来。后来这乡里边是当时考虑到，就是说，他说考虑到，他说抓起来事儿可能更大。当时乡里的意见不同意抓，你知道？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抓起来以后，我说那除非就是说你得把了解这些事儿的人都得抓起来。我说你把我也得抓起来，你把王可琴也得抓起来，我说你把这知道这些事儿的人都得抓起来。你抓的少了，我说你不一网打尽，我说你这消息只要给你捅出去，那我说这个事儿我就不可能给你完了，知道？你这不是把矛盾激化啊？啊，对，他说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。哎呀，这是个多好的家庭啊！如果要是在这当地来说，像这么大个院儿，是吧？这房子也这么好，这应该说是男耕女织最好的一个。那在当地来说，这多好的生活，儿女双全。星期五晚上过来的，准备搞个研讨。我觉得这个主题挺好。王律师，您为什么会接这单案子？我们首先是对他也是法律援助，实施法律援助。你觉得这个案子难度大吗？所谓的难度只有一个难度，就是所有的问题啊，他这就一个难度，就是他是弱者。如果能解决他是弱者这个问题，这个案子没有，应该是没有难度。为什么要去石家庄打案子呢？因为现在是二审嘛。一审败诉了。一审在邢台，没有支持刘显红的诉讼请求。现在我们正通过法律手段打二审。因为这个工作来说，艾滋这个就是，你救完一家以后，有这个先例，后面的事儿大家都可以参照。这个我跟你说，我100%，我不上访。在找证据，哎，我现在就是说完，我不想上访，我就想找到记者啊帮助我。有两三个记者他在采访我。他一直说我上访，杨部长就是我们乡里管民政的，他说他有点实事求我，他说不是以乡政府的那个，他还是拉住我吧，他哪是他有什么事情求得上我呀，或者是有一种办法就是求我什么呀，把政府的那个就是新闻弄正面，那100%的我猜得出来，他别的没有什么。他说他要过来，他说他今天过来，他到北京，他给我打电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慎重的话啊，我的时间怎么定得这么紧？不要公安局把我带回去。你不要想那个。不是，他说他不相信，他你要上访，我就觉得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我说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来，你们俩走了。好的，我们俩走了。我们两个走了。一路平安呀。好的。待会儿。跟孟林打个招呼。哎，老师，您那个在那个会上，你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吧，是吧？这比较有特色的。他们是来自西北地区的 NGO 伙伴们，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农村生计与扶贫发展、艾滋病预防与健康、妇女发展和残疾人服务等。谢谢你们，请坐。尊敬的大使先生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Dinner at the time, as a young man, I really don't know how to. 所幸的是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些社工朋友，他们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走过了长达3年的维权路。在接受别人帮助的过程当中，
我也成为了一个帮助别人的义工。I was lucky to meet some supports and help to me. With their help, I went over 3 years right protecting yours. In this period, I also turned out to be a volunteer to help others. They were there, the morning they were up late.一天到黑，我都不知道做多少作业，一直就看他做作业。其实几点钟下班的呀？就是六点从警校往上。累了。很累。啊。就是练会了一共有十来个钟头，你看我们就是八点半就走，在我们这个小美院啊，一般这个死你要死了的呀，都是悄悄处理的，在这个上官上边有一个班，下个月光上来一个人，都死光了，你说死了有二三十人。这个小美药啊，这一般这个都是这个政府，快都是有人，就因为这个小美药收利税最高了，他一般都不愿叫这个小美药停，就去发药了。回来的时候吧，每次回来从外面回来，我真的很累，我也累，他也累，他就说你吃饭吧，喝药吧。我就不真的不愿意答应了，我就睡了。我这段时间真的没休息好，再熬几天吧。你上班了没？我好像有些干磕了多少天了，你有点手艺也好哎。我门看俺那个小兰，刚才叫咱刚刚好的时间也问人家不远了，人家还不是介绍是个这个。那医生都七十，你死在那这些，你俺村里都本来都七十，那个医生你都七十，那我也没份儿。那以后呢，真的有个说子急诊了，你说我去哪儿就医啊？不是明天开庭了，我实在的没办法，孩子难受不行，我想把带走。你要明天13号，我今天我得去石家庄，我还明天得开庭。快，你跑嘞，快！和张金龙在后面支撑，我会支持不住的。俺叫哪也没得过，就是这一回说起石家庄开这个庭来，就是我给他小红死给他去闹了这个，这五天里头，就是我跑了9000块钱。真的，我们现在花的钱不少了，就是我跑了9000来块钱，我说看够不够。就是光是这一次就是9000多块钱。我姐从事农院就到，这不是到挂子，这不是在医院，这不是挣了6万多，那都是我自己借的。这个这的那个政府，他总得有个这个解决的办法，是不是？他不能就像真的给退回，总得给他说个过来过。那个胳膊也是那儿，腰没事吧？脖子有事，脖子不能起。
这套给你，哦、这个，好嘞，我就我记得一个，嗯、这咱找的是1996年的病历书写规范，嗯、这里就是关于这个产妇应该所有的病历书写，啊、嗯，有什么规定，这个都非常详细。这个是从1990年开始实行的。哦。那么咱这个事情发生在是1997年。1995年。1995年，对。那么就是说，无论你是在临那个门诊也好，或者在什么地方哈，你必须对产妇有一个产程图，这个，嗯，就也就是这些表格必须得有，啊，如果他拿不出来这个，就说明有问题。如果他一旦要拿出来这个，肯定档案号就出来了，这是我们一个这个问题。另外找到一个什么，全国医院工作条例，这是从1982年开始颁布的，这是卫生部的。这次我们新下载了一些什么，艾滋病监测管理若干规定，在这个是1988年的卫生部一个联合规定，在这里头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血液和血制品必须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。咱主张是什么？因输血感染 HIV。嗯，它是。查刘显红是由于查谁输过血，因为那个地区吧，他这个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比较多，所以就搞了一个普查。1995年的时候搞了一个普查，他们是普查的时候来进行检测出来艾滋病，就是因为输血，谁输过血检测。那么他输过血，除了在显德万矿医院输过血以外，他没有其他这个输血的记录。坚持这个主线。另外，我认为林律师说的也是有道理的，就是说，